看看他。不是太近了，你那个。远乎的，远乎的。不行，远乎看不清了，还得站得近点。对。最近远点，远点也能看见，还是流水着。你看吧，那这明摆着鱼下边吧，里边有东西，看见吗？这是横着打的鱼，就是这个鱼看多了，横着打的，横切鱼现在是，不能切过鱼的，看见吗？有那个。行，这有录像，这肯定能看出来。里边都是东西，看见吗？种起来里边的东西是，就切那个，种起来。哎，现在把鱼嘴给它打掉，动弹都能要看见。就这个骨头，哎，就打这个骨头，打这个什么鱼的脊骨，打这个鱼的这个地方，这是会合处，是两排刺。你打了嘴，嘴都能动弹那个，你也看见。这是两排刺会合点。打了嘴的。那个打头，你过来把头这给做。让他看着，你看鱼嘴动，看嘴。有吧？这凉了，凉了一块儿。这能看见吗？鱼嘴。能。大，这个是大，不太清楚，反正都没有刚才清楚。换头有这个动作，已经还知道啊，这个能达到这种程度，他就应该心服数。有嘴。